灵切等到最高等级的。觉得我还是哦，亲灵阶已经。灵界的也没那么恐怖啦，你没听过空气朋友吗？来自魔界，还会吧？我都没有看木林的，好痛苦哦！君神的名剑，怪童丸。93万，下一集要96万。我的五根刚好，看一下我的武技已经可以到9了。图刺攻击伤害增加6，不过我好像不太用图刺的，好烦哦。攻击范围会变得更广，对。无论采取何种架势，都能使出枪体变，是吗？枪体变到底什么？枪体变。哦，将敌人弹飞，太会了吧！学个，哇，太会风车了吧！太会挥舞了，但现在没有视讯，算了。学一学好了，幸运好了吗？不要当幸运一的枪兵。才杀120个。要杀125个人类才有长枪高手。我还没有试过锁链呢。史工高手。一高超的大炮手，屠人武士，打倒忍者100次，
击溃阿胜者。合魂很贵耶、欸、哎呦，后面都已经拿到了，狩猎琵琶木木者，他五只也太多了吧。全身力太难了啦，这个也是误打误撞。很讨厌夜宵，夜宵超难打的。发动六十式，能放释放沉睡力量，征服高处者。在从未死亡也未参拜神社下完成主线任务。孤独的挑战者，反正只能去那很简单的打吧，在这里打会死得很惨。后面一个阿豪头智障哦。无畏逢魔之客者，在不点燃任何位于岩岛退魔篝火的状态下达到海方主。奇怪，这我不是有吗？逢魔之客有啊。有没有人在守护灵觉醒的、啊、可是我觉得这是超级耗精华的。进行各种连线游玩，太各种了。土産話はあるのだろうな。条例。功が足りぬのではないか。我贡献的太少吗？现在如何？手柄を立てに行ってはどうだ？啊，我看到那个谁。六探变痴狂，超靠北的。梨花总统，达赫孙一，想要不要玩别人？我靠，爱德华凯瑞要20000，贵死。池田山城，达赫孙一真的有够像真岛的。想要不要买？好有趣哦！等我要去看。要买个这个。役立てるがよい。公案集什么？哦，称号恩惠点数哦。啊，什么预设状态？预设状态就是什么都没有吗？好坏哦。大腿怎么那么粗啊？
我还是继续用极意之阵吧。多帅啊！看一下现在几点？6:52。还能再打一场吗？我简单一点的火之车吗？我很讨厌你。失者与失获者啊，这不就合同吗？打歌好了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刚走进厕所一瞬间，我以为看到镜子，我以为我变白了，结果把手跟脸比一下，还是发现是错觉啊！干，白中头盔，独眼鬼菩萨 PK 啦，对，哦，
靠！我会玩弄别人嘞。干丁老师，我弄个雕哦。Fuck you！ 以为自己拿的是长枪有没有？我手你没事，操！出来！你在流鼻涕。死！有啦！啊，他他，我干你！还跑还跑，埋葬埋葬埋葬。
走啊！哦，哦哈，烧死！走。就是鸭切长骨布。金光，感觉比较强啊！四敏捷真伤，弱就掉。A 加比较猛，95级的神器，以上150根本比不上啊！反正怎么29而已啊，别掉。队服很帅，可是看起来挺烂的。哎，那护身符真的超难打嘞！就这样呢。按错人，按错人啊！土産話はあるのだろう。死に急がぬことだ。我现在先要有67个。哇，原来可以把这个存起来哦。像菩萨会保护孩子免于夭折。哦，
丢出破铃怎样直接收集吗？找不到啊，把你丢出来。那我就免了。怎么那么多六道轮回之书啊？都没用过哎。有一些直接在我这里面，湖中还有两个，吸收精华可回复体力，太猛了吧！金武中开，不消耗人数道具。重量8.2，等你开花，懂？啊，今天先开到这里，不，下午的先开到这里好了。我猜我等下就要吃饭了，我猜的啦，我的观察，好不好？我们晚上 FF 世界见，拜拜。